哎呀，这铁棒有何用？一分钱就能获得替灵豆战胜佛，五分即可激活专属神器，八分就能获得传说技能大礼包。今天就教你如何一米玩转这款游戏，进来就提示开箱提升战力。这个游戏的特点是全服零点一折，所有神器坐骑材料通通零点一折，直接把商城好礼海量代金券全部拿下，也不到一瓶买水钱。再到副本刷图打怪，用拿到的招募券开更高级的宠物和技能，神将分分钟就拿下，这个榜一非我莫属。